心所爱的人。臭金宝，你怎么要放屁去红妹啊？这不是你创啥的所在？总会啊，等下等你讲代志，卖那俩戆啦，先坐落来啦。啊！恁金某厉害哟！前下叫大军啊糟蹋个呢，伫这社会上嘛已经传到满城风雨啊！你敢有去找孙？依我知影，那要你较早的个性，反正高小宝传入去就去甲弄啊！但即嘛是安怎？一下老老倒机哦，哈！讲安尼较像样，所以呢？咱就是为着要维护这个查甫人的尊严，绝对袂用闹过这条小透明路，一定要退转。遐若无事，叫我看衰，你讲是毋是安尼咧？讲规半个语，原来是来要讨救兵。讲讨救兵就歹听，合作，大家超白多。蔡先生进炮啊！啊，即马是你来救阮党的，讲话就要较白话。有你的代志，你讲，免哪合作。代志真简单哦，老实讲，这李董的人愿意跟我蔡金宝合作，我手头阁有淡薄资金，我还是身体还要害你，算我是弥补。你愿意先替你全部来害家去？有，只要李董的跟我合作，因为咱的目标是同款，绝对也是要动手。好起来，白光。好，你建议三代志，我阁好好考虑看卖。对当然，无用做你夸夸事啊，还是过时啊。好，甲炮哥上。那炮哥请。这个蔡金炮已经带衰这么久啊，伊的情妇李阿勇嘛是衰不倒人的，咱若甲伊合作，会互因拖落去死呢。讲实在，大军也是野钱来伫扩大伊势力，那我们凭咱陈龙明教伊教，咱是有较食啦。假使讲，若是有人要来招咱合作，联手来对付大军啦，安尼成功的机会比较是较大。世间敢无老人啊！一定爱蔡金炮这种人甲做伙。我拄则毋是有讲过，这桩代志我会阁考虑，你毋免等阿急。当然，总的啊，当然有家己的想法啦，你都莫阁出意见啦。确实真固定，啊！阮这种所在四个拢是人，真歹出来下手机会。这虽然是公务场所，不过有伊的隐藏性，其实要下手的机会真大。好，我开始安排。身体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，刷落来，伊身躯的每一个器官都会渐渐衰竭。若是再无找到适合伊的骨髓，我惊天天伊挡袂过这几天啊！
你总交代文件我拢已经处理好啊，其中有一份是英文的传真。先讲。喂，郑淼，阿来，婷婷。 李翠惠，是啊，你看，已经找到适合的骨髓啊！真好，真好，王大爷麻烦你，你赶紧改变计较，我即马随卡电话跟赖长讲这个好消息。 王太，多谢你。婷婷有救啊！头拄仔王奶奶打电话来讲，伊已经找到适合婷婷骨髓移植的捐赠者啊！真是？婷婷已经进行骨髓移植啊！怎么可能？就算那些情况。 天天都有救啊！天天都有救啊！好，我即马就叫婷婷讲。婷婷。 成功啊！你袂离开阮大家啊，弟弟，我都知啊，好心好报，天公伯啊，唔甘看你接下来就离开，你一定会好好活落去，弟弟，我真正足欢喜，我真正足欢喜，弟弟，等你好去以后，看你是袂去倒位佚佗，我拢已经带你去啊。 这一切痛苦总算拢过去啊！大家辛苦等待啊，嘛总算有结果啊！婷婷，你哪呢？小麦嘞？小麦。 想请你讨啥工呢？什么代志？就阮妈啦，伊伫坚持要交出登去大陆，啊，毋过我不想要回去，敢袂当请你讨公证？小麦，你妈个性哦，甲你共款，伊若决定什么代志，啥物人讲伊袂叮当。啊，毋过我这边倒落来，毋是为着建志，是为着婷婷啊。 婷婷即马，我嘛毋知过会当剩偌济时间，至少即。
段时间内底，伊希望我陪伊啊。你有替你做遐尔济代志，我已经真感激啦。啊，不过听阿爸母心啊，张杰伊嘛唔敢讲家己的查囡受遮尔济委屈，我袂当遮尔自私，叫张杰莫讲家己的查囡。那安尼哦，我来家己教我妈，力争到底。婷婷哦，你看到伊这番脾气，真正是有福气。我嘛烦恼讲哦，建志唔知倒落去。是啊，有当时哦，我的人比被离开的人心肝搁较艰苦。我嘛真烦恼吧。我叫谁等？喂？信天，啊，真是了，那你爸知影未？好，那你赶紧继续联络，我是挂一边。嗯，小妹，信天讲已经找到婷婷的骨册啊，真是了。婷婷姐老大，信天马上安排伊来台湾替婷婷打手术。婷婷有救安尼，杨丽丽。婷婷今麦是建志的太太，那伊性命也会当继续落去，安尼小妹唔对。小妹，歹势啊，我拢无顾虑到你的立场。阿姨，先莫讲这啦，救人较要紧。小妹，我相信婷婷那是有救，恁的关系一定有办法解决。哎呦，先莫添烦恼这啦。对了，你唔是爱赶去病院，那呢我先回去啊，好，拜拜。天天有我落去的机会，我应该欢欢喜喜祝福伊，唔才对。接到电话，我会甲伊讲啥物？叫伊甲建志白头偕老，也是真爱治好了，爱甲建志还我。我即马到底应该怎样面对婷婷甲建志？谁会当教我？谁会当教我要安怎面对这一切？你讲，我大陆那边吼筹备甲差不多啊，最近北京的分店都要开幕啊。哦，感觉不哩贵。你要去行劳力咯，顶摆上还袂跟你算，佫想要跟我去，想要跟我去就好啦。你老妹台北佫一间店。你叫我伫遮养老哦。现在是留校查看呢，较认分呢，有好的表现再容易调整。啊，问题是讲。小麦敢愿意对你过？伊无愿意对我过，你着我开破给伊听，好好甲苦劝，无你徛在伊那边替伊讲话，知无？我知。小麦，小麦，我伫叫你，你来无听的？你嘛来啊？是阁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哪会有体无分同款？小麦啊，你妈在问你啊，你有紧讲。我拄才听到消息，讲婷婷找到适合的骨髓，应该真紧来进行移植。啊，手术若成功，婷婷都有好起来机会哦。是啊。手术若会顺利，活落去机会真大。啊，不过，安尼唔着。什么表情啦？啊，婷婷若是伊的好，会当好好活落来，这是喜事呢。你应该替伊欢喜才对啊。婷婷若会当好起来，
伊就会当甲杨建志白头偕老。算起来，这是双喜临门，咱更加爱甲伊祝福才对。我是讲小麦啦，小麦。啊，小麦哈，啊，小麦就爱死心，好好祝福因两个。咱若无，敢真正变作人的第三者，破坏人的婚姻。吼，代志哪变安尼啦？小麦，这是天意，你都要死心，乖乖跟我回来待了。吼，老麦，去订机票，上午明仔载就走。你是搁在丢毒啥啦？我无想要离开台北。你是在期待什么？期待婷婷的手术袂成功？我无啊。婷婷会当找到适合的骨髓，我嘛替伊真欢喜啊。我嘛真希望讲伊的手术会当成功，安尼伊就当重新开始新的人生嘛。伊重新开始伊的人生，就表示你无希望。啊，你继续留在这无意义的所在，是要从啥？慧玲，慧玲，无需要我遐尼大脾气啦。无你讲啊，你敢赞成小麦留落来？小麦啊，我本来一直想讲哦，你家己快乐就好啦。哦，啊，你想要安怎？照你家己的意思去做，不过这届吼，电话也无赞成啊，你无需要搁留落来，委屈你家己。这姻缘是天注定，有缘无分，我强求要来啦。哦，这是你的命，你爱讲哦。哦，规定啦吼，咱一家伙会当做伙，哦，会安尼快快乐乐，什么困难啊，什么吼。心肝作乱的，你给我静一下好不好？我才慢慢咧想讲，我后一步是要安怎走。让我看爽快啊！好真济啊！安怎？这两个麦克有甚物反应？当然是当作你已经查起来啊，乔哥，我已经计划好啊，咱报仇的时机已经到啊。讲来听看麦。这两天我鼓舞麦克，家里讲的餐厅甲酒店拢吃起来，若吃袂落来，就甲弄掉。安尼，雷公是真了讲啊？我唔听，我就是要煽动雷公甲伊拼命。到时，咱才作为人手来对付麦克。今晚麦克已经中计啊，伊也唔知影家己的死期已经要到。上来，麦克叫我去机场接艾伦，这下拄好，互因爸仔共一工做记。你拢安排好啊？是啊，即马都干那像雷公迄边的问题啊啦，我惊伊袂相信我。阿哥，为着要对付麦克，不管是偌济无招，我一定好好甲伊讲，请伊相信我。不管我甲安怎无面见伊，我嘛袂安尼闭起来，互你替我去受罪啊！你当麦克搞我钱啊好？正前麦克要甲你拍死的时阵，我无法度为你做啥物代志。阿金妈，你倒我替你做一寡代志好吗？佩奇，我知影迄个时阵你无念无念，从头到尾我拢无怪你，你千万莫出这。你真正无怪我？那呢？你都直接好好静养。好，我去找你讲，你放心吧。不管遇到什么代志，我一定会进来，一直讲到你相信我为止。
这是当初我替雷公同意才请旨，你甲这提。雷公若看到啊，伊就会相信是我叫你去的。安娜，你已经开始计划要安怎甲迄尾道君啊好起来啊？是啊，我相信你应该是徛在阮这边的吼。 那是当然的啦，若毋是为着要对付麦克，我也袂救超哥啦。安尼拍算，免哪做？我袂先见雷公。等，等。水哥，雷达。雷公，阿水已经安排好啊。 迄个工程伊会接手，绝对袂让恁有任何损失。讲真哦，啥物都有，但工程官也已经提早一半去啊。迄个部分我会吸收啊，也这是你欢喜讲完的，死搞你新人怨叹。这拢是我家己的小妹惹出来代志，我这个做阿兄当然唔爱替伊担。水哥，那安尼对你较歹势，有你较吃亏。应该讲歹势人是阮，我这个小哥。 甲你亚姐麻烦，希望以后你莫甲伊计较。人安尼讲，既然啊，恁两人出面了，你也想来解决问题啊，我哪有啥物通好计较？杨国栋，麦克接手沙石啊，张家营造厂了后，伊有请假讲工程会买包，即阵咱若是交别人，敢会有问题？当初拍客户时阵，是用这两间营造厂加山石啊张的名义，实在讲。 麦克，你家己讲 ，Michael 做遐尔侪歹代志，是不是让你不稳出头？我无啊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甲你算账的痛死啊！甲咱王家迄几条，我等下甲你拍到规个头壳叫唔敢啊！迄是我甲王家的冤枉，你袂到你来讨。好啊，莫讲王家的代志啊，来讲阿爹我这条。 我是阿叔，敢无资格甲你讨？你有影真可惜，有哪像伊个事，搁甲恁弟啊？迄是伊个去做滴来，你拢无甲恐吓，拢无变伊。谁叫伊要甲麦克作对啊？当初我早就警告伊啊，叫伊欠麦克的钱一定爱还，我若无会讨赔条，是伊家己铁气，无咧信道。 是超哥叫我来的，超哥叫你来要创啥？超哥，我麦克怕死啊！哎，别忘记啊！你是在讲什么笑话啊？咱两个怕死啊！伊是要咱叫你来啊！伊运气好，后来互人救起来，总算是救转来一条命。你想要甲我讲什么？我是替超哥来谈话，已经知影水牛死的真相，伊真后悔。
当初无相信你的话，所以伊叫我来替伊甲你回信的，希望你会当原谅。如意讲，这个查某心机重，搁足恶毒的，伊讲话袂去相信啦。阿超确实讲，若知影真相，是安怎伊无去亲身来甲雷党解释啊？因为伊无迄个面子来见雷党的，所以才拜托我来。叫你来干要甲讲遮尔？当然唔难呢，伊想要报仇。阿哥，伊即马一个人无才调，伊希望会当甲你联手，做伙对付麦克。雷党，何佩奇是道骨那的人，你要注意啊。真正是超哥叫我来的，你若不相信，我迄个提醒无给你看。超哥讲，你若看到这个物件，就会了解。阿娇今嘛人也多，我袂明讲。是安那那边讲？伊有要求。暂时没有让你知影伊住的所在，你是不是在装笑啊你？雷同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无骗你，我甲超哥有感情的，我无可能会害伊。你骗笑的，像你这款无情无义的查某，会跟人搞什么感情？你老实跟我讲，阿娇到底搁出什么代志？我今嘛讲的每一句话拢是。拢是老实话，超哥即马人真好，啊！恁即马要对付的人，唔是我，是 Michael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摆，阿娇人到底伫倒位？我真正袂用讲。讲，阿娇人到底伫倒位？我伫遮，唔紧甲伊放开。孩子，好一位困。阿姐，你头壳顶这伤，佩奇无骗你，我的伤是麦克发的，那不是我运气好，即卖就无法度徛伫遮甲你讲话啊。安尼讲，你确实早知有诶代志啊。无毋对。我做这样子见笑的代志，结果伊再找你麻烦。大爱，我今日来这，随在你处置的。过去，咱拢不是死不去的兄弟，只要你知讲我无对不起你，安尼就好。过去的代志，就全都算。也不过过去，我听 Michael 做真侪对不起你的代志，那一定来全都算。我若是无好大一个交代，对社会事交代袂过。等下，出去。拜托你，卖给我这世人坏良心，不安的过日子好。阿娇，不管讲你做什么，我这条命拢是你救的。既然人家是用性命来跟交陪做兄弟，谁拢无欠谁的恩。紧啦！清姐在替我担担，这要算啥？阿超，温暖是一时，咱最兄弟是一世人。安啦，都稳了这条线，恁爸绝对替你讨。多谢。超哥人无爽快。阮先失陪啊！来得，
过两天 ，Michael 会去带着我。迄个时阵，就是对付伊上好的时机。我相信你应该知影安怎做。到时，我希望恁做好水亏。大爱，我先来走。你先离开一下吧。免啦，杜芬的代志先处理较要紧。这条交给我来处理啦。杜芬啊，把阮小妹害啊这凄惨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水哥，那你这桩代志，得麻烦你去阿弟。阿弟啊。到时阵，你才陪水哥做阵去。是，阿东，我咧。放心，我另外咧安排工作一切。这杯杜芬啊，既然敢唔好我做啦，饮袂归去，就伊做鬼。酒店，离开酒店了后，去对啊？你查我的行踪？免了啰嗦啦，到底去对？我去车行啊。去车行做啥？去租一台修理车，要让艾伦从机场回来时坐较舒适。啊，种代志不用两早讲。谁叫你这么高道义？这小可代志，我若特别跟你讲，敢若我讨功劳同款。你别反背我，我当然嘛会怀疑你啊！敢知我无做啥物代志啊？啊，若无，真正会互你惊死。伊两要转来代志，拢安排好啊？拢安排好啊啦！你若是袂放心，你会用再检查一遍。免啦，啊连这小可代志你办袂好，谁会给你死死的？不是留来陪我哈。婷婷啊，这一定是哦，天公伯啊，可怜我这个老人，这个老李哦，过点么我的身躯边陪伴阿公一段时间，哦。嘛是建姐的真情，去感动天。姐，多谢你哦！这段时间哦，你辛苦哦。袂啦，只要天天好玩哦，真好辛苦拢有代价。妈，手术嘛是危险的对吧？虽然手术不是百分之百无危险，不过今麦至少看起来成功机会真大，而且你的医疗团队很真有信心嘛。是啊，婷婷，这是天公伯给你的机会哦，你要好好把握呢。啊，你家己蛮有信心，假使这手术来成功，卖讲一百个愿望啊，我看就算讲搁加一千个愿望哦，你嘛有时间来甲完成啊。你看，建志有孝心，连以后几十年的代志，拢已经替你想好啊。建志，小麦敢知影
我要当手术的代志。我无通知伊。你知啦，这件代志我要家己解决。婷婷啊，你最好放心哦，阿公会替你来去找小曼哦。放在婷婷身上，这嘛袂用怪伊，人伊是翁仔某啊。大家拢希望手术会当成功，啊，手术结束了后，杨建志一定会继续陪伴伊，照顾伊。啊，着要等偌久伊才回来你的身躯边，无人知影伊你的个性。你绝对希望婷婷会当恢复健康，对无？刷落来，你敢担心强逼杨建志离开迄个甲伊做伙行过西西门的太太，我头等来抓你。就算做你做会到，杨建志嘛答应，伊对你的爱感觉会完整。这真现实啊！恁三个内底一定要有一个人让步，要若无恁三个人。会做伙痛苦，而且不知影要拖到当时才有解脱。我唔相信建志会辜负我。你是真正听无，还是你结戆？我即摆无需要讲杨建志的歹话，伊是毋是薄情郎，迄嘛无重要啊。你家己想看卖，即件代志行到即马，你本来要滴的愿望，是毋是拢破坏了了？啊，若继续发展落去。以前你甲建志遐尼深的感情，是绝对无可能阁找倒转来。我唔知影代志是安怎变到安尼，我更加唔知影阁刷落去我是要安怎做。我嘛希望讲婷婷手术会当成功，啊，不过我阁烦恼建志无得离开你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做啦。听妈的话，较早离开。你若是继续留在家，不管代志会安怎发展，你是注定孤孤单单一个人，而且，唔但痛苦一世，你会痛苦一世人。
爱你，我跟你做一个朋友。明仔载任务，大家一定要将这工作给分配好些。一切按照计划来完成恁的任务，绝对袂用加出差错。但是呢，哪里是安怎想？无啊，当然。啊，这么大的行动，你拢无派任务给我，啊，我也足无聊的呢。要我不是跟你讲话啊？你的工作我给你安排，你是在烦恼啥？但拄仔外口有人送一包物件来，讲要交你。